大蒜丢矿泉水瓶里，大蒜丢矿泉水瓶里，这是要干啥？想这样一直敲，盖上盖子，像你这样一直敲，蒜泥搞定。他没有骗人，真的可以敲出蒜泥。放上自己喜欢吃的调料，盐、糖、蚝油、生抽、醋、芝麻酱，再次摇晃均匀备孕，再次盖上盖子，疯狂的摇晃均匀备孕。春卷皮四五张，我准备了五张。冷水泡个20秒，捞出。泡个20秒的冷水澡，捞出。剪成这种条状，剪成这种条状。下面就是组装环节：春卷皮、黄瓜、胡萝卜、大面积、花生米、蒜泥，还有辣椒油，通通搞里头。再来上花生米、蒜泥，还有辣椒油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哇塞，这简直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，筋道秋弹，酸酸辣辣的。我都怀疑这个春卷皮跟凉皮是一个东西，你们也赶紧试试吧，嘎嘎好吃啊。